見到剛才咁靚嘅環境，唔好以為佢又去咗買嗰啲型格咖啡店啊！查實呢度係就係型格啦，只不過唔係咖啡店咁簡單，係一間新開嘅 SPA Massage 啊 ！SPA Massage 都可以咁型，梗係啦，曼谷嚟噶嘛 ，Amazing Thailand 就咁解啦。呢間 SPA Massage 店咧超新啊，開咗大概一個月左右，哇，靚到啊！即係唔好坐喺度，帶大家入去睇睇。呢間按摩 SPA 店之中都有啲幾另類服務，舉例咧就係呢個腳底按摩啦，大家可以包房做腳底按摩，你三個人也好，兩個人也好，一個人都可以包房，價錢咧個半小時咧大概係1200，哇好貴喎胡生，你聽我講埋先，雖然係個半小時1200，但其實仲有另類服務係咩？就係俾你睇大電影。得你一邊做腳底按摩，一邊睇戲，咁咪唔得集中咩？嚇，集中係個師傅集中啫。你俾人按腳，你唔使集中嘅。有時真係俾人按腳，你會好悶嘅喎。掛住睇手提電話，倒不如喺度睇場戲好過啦，係嘛？個半鐘頭，如果都唔夠喎，套戲兩個鐘頭其實仲有兩個鐘頭嘅 package 嘅咁。於是乎咧，你一個人冇乜勢力，又想可以睇戲，又想揾人做腳底按摩，呢度就啱你啦。在呢度竟然睇到 J2 台，即係可以睇到沖油泰國啦。於是乎，大家如果喺呢度做腳底按摩嘅話，就可以邊睇我節目邊做按摩啦。咁呢度嘅價錢咧就平過剛才包房嘅，個半小時計咧就係呢個600匹嘅，都 OK 喎。啊，最緊要咧可以睇到我節目噶啦。在呢度咧有14间房，每间房唔同主题，好似呢一间取名为 country， 即系郊外，又即系几有呢个郊区风情喎吓咁。咁嗱呢度嘅价钱又如何呢？以 spa treatment 嚟计咧，譬如讲90分钟咧就1600匹喎，好话唔好听，俾钱我嚟影相呃咧又够抵啦。另一個 point 值得提咧，就係所有嘅 treatment 房裏邊都有獨立嘅廁所浴室，好多按摩 SPA 店裏邊只係得浴室，廁所點咧？你唔介意就係啦，沖涼嗰陣順便咩啦嚇。咁但係如果要大咗點算？大就冇可能噶嘛。咁但係呢度咧就零零舍舍有沖涼嘅地方，亦都有廁所嘅地方啊！啊呢下真係冇得頂啊！講翻轉頭，呢一間房取名咧作為 seafood 啊，即係海鮮咁話喎。你嚇，即係呢個海鮮地帶，嗰個海嘅風情咧，環境真係靚，影相拉低絕對冇問題啊！但係更加有趣就係喺樓下同埋樓上都見到好多嘅植物，初時以為假植物，但係喂。有水，真嘅，是真植物嚟噶，真的很有生氣噃。呢間房間的主題咧就隻 pan 即係日本啊，由燈至到牆上嘅壁畫，甚至乎旁邊嘅植物咧，都充分表現出一種日本花園嘅風情。大佬嚟做個按摩同 SPA 啫，使唔使咁靚啊？方便大家影相打卡啊嘛！絕對 amazing Thailand 啊！嗱，呢間店裏邊咧，仲有啲 VIP 房，佢呢一間取名為洞穴啊，冇錯，洞穴啊！呢間房你睇下，哇，真係靚到不得了！唔好以為超離地啊，價錢咧，原來講緊90分鐘嘅村民咧，2000匹入圍，咁兩個人嚟咪4000咯，哇！咁嘅價錢可以喺咁嘅環境，仲可以影相呃 like， 我覺得都真係值得一試嘅噃。呢一間 VIP 房取其名水晶啊，你會睇到啊，哇，真係好豪華貴麗喎！嗱，值得留意嘅就係地下啦。咦，濕滴滴用咩線撐嘅？呢啲唔係濕滴滴啊，呢啲係設計嚟嘅，係唔濕嘅，大家唔使擔心，唔會線撐嘅嚇。
哇，真係離曬譜啊！究竟呢係咪一間 SPA 嚟㗎？嗱，成間 SPA 咁多間嘅 VIP 房，亦都係成間 SPA 入邊最靚一間房，就係呢間房啦。取名為呢個希臘風情啊，係咪真係好有呢個希臘情懷呢？大家做完村民，仲可以浸喺呢啲石缸嗰度，哇！真係靚到無倫。但最緊要價錢幾多先？價錢就係未知道，因為實在太新啦，太新啦間 SPA， 暫時依間房仲未有價錢住，但係相信都一定唔會超過10,000嘅，大家一定俾得起錢嘅。哇！真係好靚噃，我都影相呃禮先得。除了 SPA 出門之外咧，呢度咧亦都有按摩嘅出門嘅，最便宜咧就係600啦。咁但係就要共用房間啦，嗰個就較為平凡咗少少，就唔介紹啦。翻嚟睇下呢間房，呢間係私家房啊，價錢90分鐘1200，仲有獨立嘅廁所浴室嘅。呢度嘅按摩私家房仲有兩間，剛才一間，呢度就係另一間。呢一間同樣地都有獨立嘅廁所浴室嘅。睇咗咁耐，究竟呢間 SPA 按摩店地點喺邊度咧？正正係呢個 BTS 一級尾站嘅附近嗱，所謂附近咧係行唔到嘅，要搭的士嘅嚇咁樣，大概15分鐘到啦。店嘅名字又叫做 La Sena 啦，咁會唔會係超舒服嗰只啊？經常講啦，只要你攰咧，間間按得你舒服嘅。呢間唔係 sell 舒服，而係 sell 環境啊！喂，裏邊環境咁特別，真係成個泰國只係得佢一間。